อันนั้นมาเลยจีวิเดียลูกอยู่ครูเรียนมาปูถาเนาะอ่าอันเมเนเซนดิชารีปูวิถาตอนเรียนเนาะเราชอบสวนเลยไหมกูชื่อ意思是说 story ปงบีฮานาเราชอบงาปงบีน้าถังอะไรใจเดียวจะมาชอบงาปงบีน้าถังอะไรใจเด那个อันนี้งาปงบีน้าถังอะไรใจเด我喜欢听说故事。我喜欢听嘛喏，听说比较难咋的。我喜欢听故事。我喜欢听故事。你讲比较美。我喜欢听故事。我不喜欢听故事。你喜欢听故事吗？你不喜欢听故事吗？好，我还没听完说，还哪条路嘛？比的，比方说老师，你有的呢？啊，老师，我等下咋不为 listening 哪条看来的？哎，老师还没嘞。哎，一下面你听完了吗？哎，老师，俺哪条路没背的？我还没听完。比如说，老师，你有的德清都不背来的。哎，我还没听完呢，俺哪条路没背的？不管老师，过哪条路没背的呀？这个喏，那老师啊，可以说我还没听完，还没就是嘛的不？所以我还没听完，我还没听完，就是说俺哪条路没背的。所以哪条路没背的叫我还没听完，他说俺一路没背的怎么说？哎，对。啊，一路没比对不？你那不在。好，一见面啊，啊，一路没比对不？一见面，见面在哪里？人家呢？写了。看见没？听，个地位。老师吧，没那个人，不会来，没刚好我们家那个哪人。些路没必得？我还没写，我还没写完。我还没写完。啊，哪条路没背的？叫老师，我还没听完。俺一路没背的，叫我还没写完。他说俺表路没背的不？听啥评音？我还没写完。对，我还没说完。哦，我还没说完，意思是俺表路没背的不？俺啥路没背的？老师要怎么说？哦，俺啥路没背的不？你等于你我还没吃完。我还没说啊，完。啥路没背的，啊什么啥呀，对不？啥路没背的叫啊，我还没吃完啊，啊道路没背的怎么说？你也用啊道路没背的，你啊。你 speaker，哎，你们刚讲，这边票款，哦，那他就那咱们的，那你咋办？啊，道路没必得用，我还没开完。啊，小路没必得有三道，我还没写完。我还没洗碗，好，所以老师我说，好，上班啊，录着的，你们在哪一路这样嘞？你们那一路这样呢？要怎么说？数票为？我还没洗澡完。我没呀，你们那一路这样嘛嘞？你什么时候上班？你什么时候要上班？你别老一路这样嘛。老师，你本来那一路这样嘛嘞？本来那一。你几点上班？你几点要上你班？上班？你几点要上班？几点？那你说。你几点要上班？到了啊！你真的有不能拿一楼的啊嘞？到了啊！怎么？
你一天上班几个小时？你一天上班几个小时？好，下班下班，那个豆豆，哎，你们哪里录声啊？没嘞？你几点下班？好，这看你懂啊，那么深的哦。我还没下班。晚上好运啊，那么大的哦。我还没去上班。我还没上班哦，那么大的有谁呢？我还没去上班啊，那么大的有谁呢？我还没上班哈。那个接娃平安的，你那么大请我的家。行，没得请不，我请不，今我要，天，我今天不要上班，要不要叫我们老婆？我们老请不？妈请不？想要不想要？不想要哦，上班，你老在请的啥嘛？你讲。你老的请人，你老你，我你今讲天想你要，我今天哦。想要上班。我今天想要上班，我今天不想要上班，你今天想要上班吗？你今天不想要上班吗？好，你漏新笔了？你下班了吗？你下班了吗？你漏新笔了？我还没下班，我还没下班，哪那么新的？唱啊，老师啊，锁的，老师 HSK 弯啊，老师等一下唱唱就是锁的，唱歌就是的前锁的唱的歌呢哦。那老师说，我的前锁还来在的，你姐姐啊哈，那个娃娃皮，我的前锁还来在的。我喜欢唱歌，我不喜欢唱歌。你喜欢唱歌吗？你不喜欢唱歌吗？好，是吗？女，我的清楚着的。是吗？女，晶晶，我的清楚着的。我会唱歌。得讲。哦，我会唱歌，我不会唱歌。你会唱歌吗？你不会唱歌吗？好，那个摘玫瑰，你把那的钱数完了吗？再打嘞。你为什么不喜欢唱歌？你为什么不喜欢唱歌？你把那的钱数完了吗？再打嘞。那老说对对啊，妈的，错啊，妈的，哎老，对错，妈妈啊，对错，妈妈。那对的回来说，妈的错啊，妈的跳舞。跳舞，跳舞，嘎的，好，那嘎啦在的，你将表姐啊，阿玲。我喜欢跳舞，我不喜欢跳舞。你喜欢跳舞吗？你不喜欢跳舞吗？好，那老师，一下面，俺们家看那多咖喱，俺们家看那咖喱些。那个看见没？哦，俺们家看那咖喱些，俺们家看那不如好嘞。俺们家看那，哎，俺们家看那，俺们家看那到长长。想起来哦，我想起来跳舞。我长长干类似的这个如不如好嘞？类似的，露类似啊，老师，看看。累死的，老累老叉死啊！会喏，会啊，老累老叉死。咋地老来表嘞？累死的老来表嘞？让俺们家看那咖喱死的。我会不会去跳舞？我常常会跳舞，OK，有没？我想跳舞，这样不？我想想会跳舞，这样不？我想想会跳舞，我想想会，我想想不会跳舞。您想想会跳舞吗？您想想不会跳舞吗？好，那老师，俺们家看那汉字也练习的，那俺们家看那汉字也练习的，前面都别露面的有可能咯。那老师，看啥拼音？俺们家看那汉字也练习的，我常常会汉写汉字。你讲。哦，我常常会写
我常常会写汉字，我常常不会写汉字。你常常会写汉字吗？你常常不会写汉字吗？好，第一座老师不吃嘛不？好，老师必须把单位看嘛。比方说，老师 A 你在嘛？A 你去查嘞？你啊，第一有干预部门命运密码查啦。那我不他妈的才录进呢？那老师我不他妈的才录进呢？去年老师说删呀。那老师第一那么 A 级也没有表达出来没？那老师表姐啊，我不他妈的才录进呢？那我不他妈的才录进呢？给你问，我不他妈的才录进呢？我想要第一件。啊、哦，我想要第一件。好，他说的是老师，你呀，我冬天没有个哈路钱呢，你等给人家冬天没有个哈路钱呢。我想要第三见，件。哎，你也没有表，我想要第三件。好，隔壁大伟那同学就讲嘛，说隔壁大三嘛，你呀，啊，我好，我这里也得弄呗，喏，其他的不他妈得弄，这里也得弄，这里也得弄，宿舍也得弄，其他，啊，我好，这里也得弄呗。那这里也得弄，这里也得弄路钱呢，老师不录表么？没有。来讲，你，我想要第三台。我想要第三台，所以老师，第刚问的读读呗，老师，咖喱洗菜，Hello。咖喱练习是老师台面，我要第一台，我要第二台，我要第三台，我要第四台，老师，有没有表里写是改表吗？好，老师第一名把他妈组 first prize，我得到了第一名，得到一对表，老师来看一下写的。Resist，好，老师说了行啊，老师，老师，就是，哎，把他妈说让我问了，老师叫录用不咯？哎，这张龙嘛，老师 score，张龙嘛，老师啊，哎，18 student 来着不咯？那老师得到，老师得到第二名，第一名了嘛，好，那老师，就是第一名叫把他妈说 first prize，second prize 叫第二名，这里要说叫第三名，那老师，英格兰讲到三样的老师，台湾讲到三样的老师有呀不？啊，这叫老语言，语言课嘛老师了，老师这个是他零三样嘛吧不？所以老师 18 student，老师台湾讲到三样瓜，英格兰讲到哪边哟？讲的，英格兰讲到三样瓜，台湾哪边哟？讲的，哎，龙皮火龙。那老师 first prize、second prize、third prize 叫第一名，不他妈数，第二名。第二数赢，第三名，中大数数赢，第四名，哎，那个。第什么不能干哈？第什么叫第五名哦？老师，把他妈数第一数的第二数，什么十多他数什么第什么数哈？那老师啊，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数，要懂。所以老师得到来看一下先。那老师其他人分都放的表他不能。我得到了第一名，我妹妹得到了第二名，我弟弟得到了第三名。那老师数理白哦，那时候不能变不会的吗？教也教变不会的吗？这张也变不会的吗？啊，不如变不会嘛呗，皮皮包里素呀来着了是吧？来看一下谁就应得到。好，那个，把他妈的哭，第一个，说啥老师不要我呢？哎，我要第一件，我要第二件，说啥了我老师把他妈的哭了进来，我要第一个。好，你知道我对没有这样目标，我要第一个。啊，马苏老师，那天吗？老师，那什么，干啥嘞？那你不要留钱咯？那你啊，哎，要那么比我老点啦？你啊，当然比我妈说，老师，爹，你啊，你啥转？老师，你啊，不来干你啥转不？你啊，东姑娘好留钱嘞？哎，老师，我要第三个，啊，这里啊，苦就没啊，你配不来的。然后第二个表嘞，哎，老师，我要第一个，啊，你这苦不来的。哎，老师，我要第四个，你姑娘我还留钱嘞？啊，我要第四个。好，老师，我要第二个，那姑娘我还留钱嘞？所以老师就录密码表了，第一个把他妈的哭，第二个录第二的哭，第三个这第二的哭，把他妈录第一个人，哦，第一个人啊，把他妈录。比方说老师录的真细腻不？啊，interview 哪批假的？interview 哪批假的？啊，那老师表姐啊，哎呀，没读了。好，这个叫第一个人，这个叫第二个人，这个叫第三个人，这个叫第四个人。那老师第一个人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啊，老师没有呢。把他妈如果把养护他嘞不？第一个人穿了什么衣服？那第一个人穿了什么衣服？老师标记啊，别别别快！第一个人穿什么衣服？第一个人，然后这个衣
穿哦，红。穿第一个人穿了红色的衣服哦，第一个人穿的红色的衣服哦。那老师，第二个人三呢？哦，第二个人穿了什么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第二个，第二个人穿了，这个什么颜色？蓝色的衣服。好，第一个人穿了蓝色的衣服。好，苏皮伟，第三个人穿了什么衣服？第三个人穿了红色的衣服，哎，这个第三哦，个人，绯红色的，哎，绯红色的，这个什么颜色？哦，白羊，是不是？白羊，不是白羊，这个呢？这个白羊吗？你呀，还你挺呀，好，你们那么高冷了，我还高飞羊又还娘嘞，见不着。啊，第三个人穿了。高飞的人，哦，高咖啡飞的色的衣衣服，服，咖啡色的衣服。咖啡色的衣服，好，多了啊，哦，第四个人穿了什么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让我来讲，邓某第四个人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第四个人穿了浅绿的衣服，好，穿绿色的，穿绿色的浅绿色。衣服。好，那老师，那我还可以说，老师，这个叫文艺部，这个叫小件，啊，咖啡色的文艺部，哎，绿色的小件。那你喜欢第一个人还是第二个人？啊，文艺部啊，第一个人哦，小将啊，第二个人。那我问豆豆姨，你喜欢第一个人还是第二个人？我喜欢第二个人。啊，你要小将这一个哈，我喜欢第二个人。啊，跟录文艺部在一点水呢，我喜欢第一个人。好嘞，老师我懂了呀嘞，我喜欢什么什么人？哦，我喜欢第一个人，我不喜欢第一个人。我喜欢第二个人，好，就是没动物呀，然后把他妈撸掉，好，把他妈的谁第一件，好，我想买第一件，那把他妈的谁我也请嘞，我想要买第一件，好，我想买第一台，我想要第一台，哎，你还动物呀，我 no grandma 没得发点嘞，啊，把他妈的谁嘞撸起内撸，啊，把他妈的谁我也请内撸，把他妈的谁我也请内撸，喏，好，打电话，老师讲哪里，老师边没有人，搁边喝酒，风老师等一下嘞，风干嘞，风色的，风差嘞。有没有记得？好，不要记啊。王小鱼，风格你知道怎么说？王小鱼来自于啊，那个雪梨，风格你知道怎么说？接电话，碰巧嘞，挂电话，挂挂电话，电话，碰色的。打电话。哦，所以老师讲嘛，你要记得哦，不要忘记打电话、挂电话、接电话哈。你别乱啊，彭 Sir 打的，你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哦，你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那你给我别动彭 Sir 嘛嘞。所以老师讲嘛，你要记得你什么时候要打电话给我。按照老师，底下按老师啊，past tense BYB 去，就是说这个嘛，叫你 K 不？你什么时候打给我？比方说，老师，我打电话给你，你就没接。啊，你彭 Sir 你们干哟？那我没，你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你看我为什么彭 Sir 打来不？哎，我昨天早上打给你的。那你看别说彭 Sir 嘛来怎么讲了？你什么时候要打电话给我？要拆台嘞？你什么时候要打电话给我？意思说你看别说彭 Sir 嘛来，他们说的不？哎，这干了，哪个干了嘛？啊，你别让俺彭 Sir 打嘞。那老师没讲，你把路彭差了嘞，别没有伙计啊。那个，你把路彭差打嘞。那堵啥呢？你为什么挂电话？你为什么挂电话？因啥特别的？老师，那看到彩笔哇，老师，因啥特别呢？那来了来一年，老师哈。我骗你呢？啊、那等一下再打电话给我。马上老师给我们熬啥的呢？他老师讲到这个碰瓷的，他说老师啊，比如说，他说看你们啊碰瓷不？等一下再打电话给我，等一下再打电话给我，等一下看到你嘛，再拿车打电话给我啊碰瓷，等一下再打电话给我。他老师是给表弟弄个你嘛懂他啊碰瓷呢，不要打电话给我。所以你空啊碰瓷的时候，老师怎么说？真玫瑰，你空啊碰瓷的，老师空啥的呢？你啊空碰瓷的。你现在不要打电话给我。
现在不要打电话给我，你看我碰不上呢。那老师不要打电话给我，不录音了，不要，那碰不上呢。然后老师，老师一般不呢，张大一不，一个是嘛不都爱撇撇不，你原因嘛都要录掉，你曾经碰个碰上不了是吧？这户查查，哎，碰上路亚了，移民呀，我呢，所以不要打电话给我。慢说，你那你搞的清楚，你也看嘛来别录亚了，你不要打电话给我，你看碰不上呢。好，请问有人在吗？不可别忙东了，老大爷，请问有人在吗？你怎么没必要在录戏啦？你们说老师应答多少嘞？应答多少好？老师讲的，请问一下，应答多少卡嘛？麻烦了，我们撇得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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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卡，有多少靠路？不知道算没去？有两张七了，已经靠了一嘛？哎，请问有人在吗？有人在吗？录戏啦不？好，录戏啦，有人在吗？有人在吗？录戏啦？啊，看着看着，我拿来的录呗，也没呀嘞？请问有人在吗？好，你答错了，答老师你们碰死的。别打错啊嘛！你碰妈啥的，你打错了。比方说，你有怎么样碰啥的？都不读下来不？哎妈呢！你碰妈啥？你打错了。他说你打错了，哦，你打错了啊！动物牙嘞。那老师带兵要打字。我说张大爷，录音这就多少人？等一下帮你有密码那么的，你六路标着哪一密码哈？那老师标记啊，那个前面路亚贵呢？前面路标路亚什么？你六路标着哪不路标着？是你第六路标在哪？对对，你六路标准了。你会学汉话吗？你会说中文吗？中文吗？你会学中文吗？你啥一的了？那那样太没嘛，没看见喽。你啥一的了？你会写汉字吗？要丢啥一的了？都说没有，你啥一的了？没了，interview 嘛咋了？你就录一点了，都没里没学，你会写字吗？你会写字吗？你会写字你吗？写哈，会写你字那边在吗？讲那个龙凤胎，你有 interview 吗？你就录不得了没吗？你会说中文吗？哎，我会说，你有那个没？你啥一点了没？你有丢啥一点了没？有对吧？对，叫我丢 interview 嘛，什么丢录不记得嘛？不对啦，我丢录记得了，怎么代表里面学？所以你啥一点了你有没吗？你会写字吗？那如果你有没嘞？还没说，你带兵一点了没？带兵啥一啥一点的？那老师看面都不要讲，你啥也得了。你会打字吗？对，所以老师打字，打老师的嘛，带兵一点路口嘞，打字是吧？带兵一点，所以老师讲的就哦，我父母都没有带兵一点的，喏，我父母都没带兵一点的，先不要急啊，张大弟啊，那个静静，我父母都没带兵一点的。看一下，是吗？喂，姐弟，老师，来呗。啊，晶晶，啊，碰到咪代表爷爷的，啊，我用手机会打字。不用手机，会打字。好，那姐弟，我看不到东西有啥爷爷的，姐弟，啊，我用电脑会打字。我用电脑。会打字，所以老师带兵也得看嘛。老师讲的，用电脑也可以打字，用手机也可以打字的。啊，老师来试看嘛。风浪的加州亚嘞，贵不啥嘞？可是老师龙岩贵你讲，老师底下不发动啊？哦，用电脑打字的。好，所以老师讲的，你不要浪费时间，Don't waste your time。你也吹牛嘛，骗人。你嘛贵不啥事也行。老师带兵也到，老师累经济，老师地方是不行。本来明年就龙岩也该啥事耶？那个龙岩贵吗？啊，老师，而且龙地嘛，老师们萝卜哩喏，用买啥哩嘛？说老师萝卜。啊，本来明年中我本来弄一点，所以老师讲到你啊打字改变一点哦，register。老师台湾要装什么？老师说哎喏，老师安排别，老师台湾咋教了？老师没得过喏，simplify and traditional 写啥？老师没得。啊，台湾要了老师在讲嘛？老师你都看的，你都安排别，老师在明年接我一顾客个，老师看都安排别路线，明年爸妈得去啥地个？看不得，喏，放了明年没通告的，老师看的嘛。好，所以老师明年。internet knowledge 那么稀有不哩喏？咱台湾要啦嘞，台湾咋要啦？台湾嘛 tradition 的东南嘛地流喏，路人嘛先嘛啥不？但是你也啥人家也啥把路么多啊？人家先嘛多没啊？因为老师六笔嘛一般讲不得来了喏。好，老师六笔嘛一点，老师 simply final 搞搞咩？肯定是 tradition 的叫咩啊？我先他妈真没有问，路那么多片的先嘛？比方说老师学校，好学校，老师讲到以后学校读老师。
讲哪一题吧？老师 simplify 学，那个 simplify 学，稍息老师话好，老师讲哪苦点呢？simplify 学，稍息老师话解。老师台湾 traditional 学校搞的吗？这种有？哦，老师 traditional 学校，啊、哦，好、哦，比方说老师，哎，那个，你说底下，哎，妈妈，你说底下嘞？哎，老师，traditional 一件哈，traditional 妈妈老师，哦，没不喏，妈妈，traditional 妈妈的咯，哦，traditional 妈妈的咯，你都对他的妈妈噶的咯，嘟嘟呢，哎，没读过喏，啊呢，我没有不，老师，你们妈啦，那边妈啦不喏，哎，搞到没有老师，因为老师没对，这个我这个没对啊，traditional 是没地方写是吧？哦，哎，请问老师，老我没对看，老师，比如我们台湾是有整体字，我台湾老师 traditional 东南亚先嘛，二嘛标啊，二嘛哦，二嘛哦，所以三宝讲的，三宝这些，他讲喏，啊，拍着的路嘛，拍着的路路呗，妈妈啥，啊，这有啥不要的路，不要的路骗人家 reading 我，啊，这个不要老师呀，那是啥拍着，这都六的，路人嘛，你还想买点啥不？这样的话，就老师没标，这样着急了嘞，把你们对啊，都快，二嘛先把别人嘛对吧？哦，二嘛老师把那个你来，所以老师不话嘛，老师过 traditional 对你先嘛大批人哦，老师都看 traditional 没对不怎么样行吗？哈，怎么样行嘛？对不？老师把那个不如你得了，老师过 traditional 那样嘞，对不对？发音那样嘞，不咯？那老师 traditional 差，老师那就不如漏了嘞，老师每天打字的，每天打字的。因为老师要教了我们表演嘛，喏，speaking 教起来没漏点啦，reading 跟 writing 没漏啊咋哩喏，writing 教老师 writing 了，你还理解啥不？喏，听咋差理解呢？你台湾嘛来台湾听咋不？那打字老师 reading 刚进老师，你们要多打字，哦，reading 刚进老师多打字，哦，你们不是代名呀？那老师 traditional 的老师打字了，少这些呢？那就是那哪就龙华 traditional 龙华雅哇，哦，打字，然后到么怎么了？老师，我们有带兵呀，也理解我家爸妈到底背景为啥来不对，啊，No 阿弟 way, 个是关系。no, 那不是不是，你嘛说行，放了一年老师，no 嘛多一年都呀呗哩。跟米达那种老师啊，Microsoft 吧，把 Microsoft 吧了嘛，那个多一年都呀呗哩，no 这些哩。我都没读这个多一年经，对啦。老师他哦，你那不要得了对啦，后面嘛啥说行，你嘛那个基本差别，老师多理解哪里？啊，老师阿鲁米罗没进，老师阿把你教哎，老师阿拉也是没进，老师叫公米达嘛，你是没毕业呢，公米达嘛，陪你嘛，English 啊，陪你嘛，丢啥？爸妈啥了？老师无脑白嘛，人家别进他了，丢啥？说老师不，那陪他们爬起来，老师说对嘞，那老师你还多陪老师说 no 不？那 no 嘛，老师说理解呢？啊，老师嘛，你那 laptop 说了行，老师 laptop 嘛，no 是也嘛，啊，laptop 嘛，no 是也说老师 no 嘛，老师哪边理解路亚嘞？啊，no 嘛，老师不怕也请来了，哪边来也请，是 no 呗，老师懂了。那 Microsoft 吧，老师没嘛病嘛，啊，我不想背我了，没背我了，对老师了不想背我他了，哦，挂过老师理解路亚嘞，no 的，no Microsoft 嘛，不怕背景。所以打字啊，老师 reading 啊，讲么老师，明天炒股票子喽，真的龙岩股份你看嘛嘞，明天炒股票子耶，哦老师，好，所以老师 interview 嘛，你第一方你有没看嘛？你会说中文吗？或者你会写汉字吗？如没的，那老师啥都不会呀，退下来。你看老师 interview 嘛，找老师，你有没呀？你会写字吗？好、哦，你会写字吗？你 writing 一的啦，如没呀？你会写字吗？你会打字吗？你会打电脑吗？哦，还有没有？如果有些人不会问，你会打字吗？我们没有这臭主人家了。你会打电脑吗？我们也跟不大家一点啦。哦，你会打电脑吗？有些人说你会打字吗？可是有些人问你，你会打电脑吗？所以老师这个是 interview 嘛，老师对那不得的海嘛，老师懂一些。你会说中文吗？你会写字吗？你会打字吗？你会打电脑吗？不是写字也是老师，言他孤僻些。那你看。第二个题调阅秘书是个读音母漏的，所以对前方老师啥意的啊？你知道吗？第二个读音母漏的，那第三个我跟别人以为讲，你表怎么样啊？跟别人来慢慢的老师说，露露米亚不 notebook 呢？啥？我们老师说，那么来一个诈骗，不是跟别人来一样模糊，然后所以老师说，那我请你们的亚洲几多爱讲，老师说对前方你要会写嘞，写的呀，老们啊，所以老师说，面露啊面我露紧了，你对前方 writing 我刚刚弄他。喏、no?，好，那希望这边老师没有力量的呼呼，没有力量，老师把叫沙丁呀来不？老师你那个说先，哎，哦，哪来 baby 沙丁杯？还在新疆那么讲？啊不，老师希望你们有进步哈，你们中文有进步，你们就啥做的哪部没有力呢？
老师，我们不要。老师，咯，那啥的，咯，零二年咯，零二年咱们多少年？老师，呼吸不？哎，这三年呗，五年不咯？那啊，不咯？老师在哪里面？老师，第零二年嘛。老师，起码啥的，你看不咯？啥丢啥的呢？老师，零二年不？哦，因啥的呢？老家老师上二年学，丢啥的呢？老师，零二年哎，二年多教育不丢啥的呢？说哈，那老师，哎，我那年啥的呢？二年教育，一样 on ground 的呢？老师呀不？那老师那些，老师那零二年他的，老师他们的呢？老师第三年啥的呢？三年对嘛？老师希望老师将来也不老替男班组，老替姑娘背男咯。我然后老师啥的那干啦，第三年嘛，不老过年背难了。老师讲哪里？老师在那对面说课背多没，得背多没，就是这样。这老师也希望，所以老师希望我们那边subject 弄完他了。我希望叭叭这样一步。比方说老师说老师不话嘛，老师不话嘛，希望你要另一种。我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好，老师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因为老师只有妈妈。好，我希望。哦，我希望妈妈身体健康。阿妹这么也跟我老师说，没有练松呗。啊，因为老师嘛，妈妈被写，老师不问妈妈第二个是妈妈，第三个妈妈。啊，所以我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啊，那老师你都不嘛加入吧，没有练哦。我希望你们中文，你们丢啥？哦，你们中文有进步，进步我这边老师说。有进步啊，老师，事业不能有进步，老师把他说多得的。我希望你们中文有进步。老师，老你喽，来对点背的，你健康一点，赶紧嘛，不要别了吧，不如说，我希望你们中文有进步，有进步是老师把他说多得的。那你喽，老师讲哪里？你喽，过来，暴风花你啥？老师干嘛得啦啦？好，那你喽，酷，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中文有没有进步？有没有进步？包括我们换了一点来了，觉得有进步啊？你们都这样吗？有进步一点点，是吗？有进步一点点，都这么多戏呀嘞？老师，这么呗嘛，搞了呗，这么呗，都得老师没有进步，那你来做什么？巴拉路嘎喽，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进步？比方说你 low low 的，low 嘛，不老去，你学会多少？老去顶路这么样乖嘞？反正老师哈，每个工作，白龙马白皮皮老师刚开始，啥啥讲老师很困难，也可以的，帅的 PR 的，别的老师哈，南京加拿大录的录是不错的，哦，南京加拿大一点录录还不错的，老师南京加拿大那不嘛呢？老师谁的些 mindset 的对面读不？你说你那家，你说不嘛有啥那多钱吧？说读过高三的路，你那有啥不嘛咋了？开一年路不开一年嘛？怎样开一年？老师，那年查到的，老师，哎，老师也是同学讲呗。老师讲哪里？老师啊，古老别问咯。老师，CRC 啊，KINA 吃的啊，吃的，龙岩镇江的龙岩镇江，你那个爸没到过老江没表啊？懂吧？啊，咱这边同学讲嘛，你我吃的，他们你我咱时间跑别人你偷嘛呗，对不对啊？哎，老师，那讲你那表嘛不？嘿，老师我这古往山的不？我说你妈骗你呀！开口讲你哪来没背过啦不？不是哪来没背啊？毛峰，老师说老那边多了，屋里那边多了，所以老师你苦你老难怪的苦文化嘞，你啥啥子嘛都快要的开开，你不要放弃，什么少呢？你要你慢慢努力，你皮皮做啥，你一定会有进步，都加把多等。所以人文课嘛，读着也是就进步。那你说你现在每个？星期都写汉字，writing 一里啊，你们 writing 一里啊，现在有没有进步？学习量没落撇的呀，不，那可是有进步一点点，是吧？有进步一点点，奶奶，语法面来说，没米呀呗，得加把不，喏，语法面喏，没米呀呗，比方说你弄，你肉我都没了，得一路抬一开弄呀喏，啊，你肉我都怎么，姐弟怎么了？啊，你肉我都那说。是提高那进步那多。哎，提纲啊，加入贵啊，也全国都这样录的。提纲地方嘛，等于北京的看哪一呢？啊，都是讲嘛。提纲地方代表来着先，我母大里面，提纲的名外呢。好，提纲老师啊，提纲老师也群里嘛，懂了。那有进步啊，来读着的，可是老师进步读着的，不如表不如。第一不如表不如。也群我等你们懂没？老师，提纲啊，老师比较嫩的。提纲啊，也群里嘛，懂。老师现在，
比方说老师现在也已经我会说中文了，那老师现在在台湾也已经毕业了，台湾嘛不会亚多嘞，哎，Master PhD 不，那里是有 PhD 不？那老师讲你的 service 老师对的，为什么还露露天呢？那是进步模糊，我想要提高自己。啊，说说二姐的没也没个，我想要提高自己，姑姑面带懊恼的。想要提高自己，路啊，老师啊，命要管理你路啊，把撇着，不必要嘛，公路亚的嘞，是嘛？好的好，俺路等的是亚嘛，怕伊，路啊撇撇的，姑娘低也没低也的干哪，姑娘低也没低也的干哪，都不报的好，路嘞，老师，这不会呢，那不会不多亚路几着，那不会，那不会呢，都会不多亚路几着，啊，不会几嘞吧撇着，啊，高几嘞，亚路几嘞，都不会亚的啦，那是老师啊，提高。所以老师讲哪一家了？哪路变毛病嘛是耶？哎，是不是给佛老病？俺家这个变大路多没路，没俺是阿妈路多没路。没有想到自己要提高自己的能力，过也辛苦，这样么路苦，佛比多呢？好像是阿妈差路差家了嘛。没要路了，不要让我糊点了。别是 HSK 弯老多，也别买。啥的呢？你还是要做什么？你要提高自己的能力。过也以前过，step by step 老师太顶啊。所以老师现在 CMA 骗你，老师 HSK 佛老师都 C2 T 昂他喏，C2 C2 就是老师 HSK 9，C2 是 HSK 9。还有老师吼，老师那份老。北汽啊，我老师的台湾老师的 business 不咯，business 白老师安他嘞，那老师 C 啊，这顶啊，老师那边的联系也跟我老师 boss 去比的，那老师北汽嘛，老师啥人那比都比外地少，哦，啥人那比在潮州，哦，潮州，哦，特别外，老师啥人那啥嘛，就是这么厚的啊，老铁，是，啊，老土一，啥人比组他，好，那老师，不是。HSK 4或是 HSK 5，比如啥等啥啦，模糊。可是俺老带的人，不如教你来点呢。俺们对的老师教不得嘞，啥不会骗你。俺你们两个都讲哦，俺都讲啊，老师这样哈，啥不会骗你，总是老师这样不一样嘛。俺你啥不会骗你，你来啥不会骗？哦，还不如一起去上课，没那说一差不多话，肯定没路教你多点呢。都不行业，想要提高自己能力，那不是进步呢？哦，想要提高自己的能力，故意辛苦苦就这样了完了。俺老师说过。应该路讲多点没，还是应该不多啊，应该不多啊，来多啊，我觉得路给三十路多了啊，哎，路也讲给三十路。所以老师说，想要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老师说我提高呢有进步是老师啊，那做不啊，提高是老师能力的以前进步叫老师讲哪库把路着，比方说老师讲哪库多会吐嘞，多会吐嘞，哎，我织毛衣进步了，啊，多会吐了住在哪里，喏。就这啦，一弄出来那个你的国家咯，就这啦嘞。哈，老师的啥意思嘞？哈，我的帮你的啥意思嘞？哎，我画画有进步了，我画画有进步了，啊，不着，啊，不几岁啦，就这啦嘞。哈，老师，你都没给的人家嘞？你们没给人，没给人家啦？有些人会画画，哎，有些人会化妆，有些人不会化妆。那老师怎么样嘛？比方说，有些老师没，老师我你对，缅甸老师怎么样？那看你写。看你行，老师那看你们行，哎，他们面那个，边要不带要，他们啥边要，那看你们边做啊，啊，啥等个你要的钱也得钱，一路到了边路，那看你要的钱要，那看你们边做嘞，啊，看你边做嘞，不要要，那看你说，那个老师以前你妈逼嘛，那老师也不会的，不会查课，那看你们说得不，那老师啊，那外台湾嘛，长得的老师分析的啥？就是说，啥白白么咯？那老师啊，你老明白明白，从面那表的你啊，把那咖啡领的没干啥吧？没让我们得，我没干啥嘞，领的。那老师没干啥，领干啥？老师吧，啊，没干活，好像没干领他啦，没干的不隆隆叉叉啦，不得管。他说领着不嘞，对了，我 professional 多领他，没不对了。那教嘛的去，老师教嘛教，哎，等呀，我说等呀等呀，老师面那没干领吧？比如现在慢慢的有进步了，化妆，我化妆有进步了。那我化妆有进步了，每个人呐都在那边。好，你那时候先 eyeliner mascara 切啦，我们要弄切啦。阳气比较低啦，好像我怎么样，没关系，我没弄我那顶的涂他的了呗，啊，不然就关，啊，不关。好，切了切啊呗，啊，切没没得，啊，不然就关，啊，不关。啊，弄得不嘞，可是老师现在那个都是有进步了，所以老师讲的，可你弄得一样嘛，都在那了，瞧。啊，我用电脑有进步了。哦，我用电脑有进步了，我打电脑有进步了。哦，昆明咋样的？
大便咋堵着啦嘞？等我抱着好，又还是呼呼老师讲嘛堵着啦。我的中文有进步了，阿迪有啥堵着啦呗？我的英文有进步了，阿英语啥堵着啦呗？哎，就你不是鲁木马懂了。好，好，那老师第三个，我希望你们好好背书。那老师没有那种吗？咋嘞？我希望你们好好背书是什么意思？哎嘞，把这边了。我希望你们好好背书，什么意思？阿玲，看一眼没？什么意思？看一眼没？我希望你们好好背书。哎，看一眼没？少姐来。看见没？背书是什么意思？啥办的？啊，这的，你上面接出来以后，你看见没？啥内容的？好像啥子啊？你的路上面对比我们多不？我希望你们好好背书，就是说，你弄啥刚刚接不？好好背书，啥刚刚接的？我希望你们好好背书，你弄啥刚刚接不啊？没有练呢？啊，那个老师没有练哪个呼吸的吧？老师讲那怪物派别啊，看面喽。啊，看啥片呢？哦，我希望你们每天动词写汉字，哎，那动词了，把一下不要念了。练字，练习，练习。那就。啊，我希望你们每天练习写汉字。什么意思？嗯，你弄你来，丢啥？伊拉，李静的，丢啥？伊李静的，卢普还没有练呢。你进步哈，你弄你来哈，不汉错。字我 brightest 老婆蛮漂亮的哈，汉字 brightest 老婆，writing 我老师 brightest 老婆漂亮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每天练习写汉字。好，那时候那这张老师讲到的要会计啊，那个 KD 温。我希望，你。早一点睡觉。什么意思？有呀，在哪里吗？一个玩着嘞呢。你要等来，早一点。哦，没得在哪一个老师，没得在哪。哪里的嘞？你弄俺，你弄啥的弄俺的？哎，莫带一波的，我空下边，俺公安都得不来嘛。早一点，说说嘿，没得人家的表你啊喽。早一点。说说，我希望你早一点睡觉。你说说，哎不，俺庙里嘛嘞，我啥被你弄漏着啦？哦，你弄个啥边漏你啦？俺们都有规矩。我希望你早一点睡觉。对家嘞，啥你弄边漏着啦？好，俺你弄说说，哎不，庙里嘞，早一点是老师说说哦，早一点说说阿里，我希望你早一点睡觉。好的，所以，你说说，哎呀，差不，俺庙里嘞要怎么说？你等一等。我希望你早一点起床。我希望你早一点起床。你说说，哎呀，他不啊，没有练的不好。那老师拿着张拍机啊，老家的路一下啥子？你。我希望你不要迟到。迟到那边老师闹架了，闹架的时候老师当着他的亲友闹架。比方说老师说是第一站是哪一个呢？那你是哪一层的嘛？哪是哪一行的嘛？哪早上那就算迟到了，闹架呗。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迟到，不要迟到是闹架呢。好，我希望你不要迟到啊！你那个那么家不啊，苗丽丽，他说老师叫他不要叫你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考老师顶不歪，你那个谁那么家呢？比方说你今天漏多了，那家嘞，那你有你的题啊，表嘞，你那个考那么家呢？屁屁屁股开。在哪啊？你那个考那么家呢？售票位，哎，你说啥没干？你家刘星，我今天俺写他的部署为了蓝牙，啥没干？你们家我家。
是脑筋，脑筋急转弯。嗯，我老公。下次就是脑筋急转弯好，啥子？下次就是脑筋急转弯好。点标，你脑筋好，那我们家呢？啊，你下线，不要迟到。迟到，十二谁？啊，你下一次不要迟到。你哪儿考？那我们家呢？那是谁？那我们家呢？努力，努力意思是说做啥的？老师讲哪里？那个人家啥样的？啥米样？老师管不着。努力的学生呢？没有努力的学生。努力的学生就是做啥的长大，没有努力的学生们做啥的长大。我每天努力工作。也努力学习，我每天啊，every day 你啦，努力工作吧嘞，做啥比老老的，比如写作嘞呗，努力学习，做啥比毕业等于。老师说了些，老师讲到你，老师讲到你弄这边，老师讲这边还有这嘞，这边啦，那老师弄些些，弄啊嘞，公里弄，弄边老师人家叫了啥的呀嘞，边老师阿嘞请一下一呀嘞，老师嘞一下一呀嘞，那老师说了些，今天一等那啥，没那盘太干了。你喏，这边那这边嘛，那也这也他怎么样？A 早那个俺娘那托比 A 早找你啊啦，好，俺嘞这边俺也这的，今天一的等那啥么那盘菜嘞，今天等那啥么那盘啥么皮呀嘞？那今天等那啥么那盘啥么皮？那老师讲话说小考啥么 A 啥，然后这也差是大考啥么 A 啥，这也差皮呀。所以老师说你来，我每天努力工作也。来呗，努力学习了啊！你来做啥比老老的路，做啥比着嘞？毕业等于嘞。好，老师越教老师，我毕业的后头等于越来越忙着。老师叫不三两下的越批着着。我每天努力工作，所以老师不管老师做啥路，那么做啥路严管了。你说你点毛也是老师积极来，你给做啥嘞？哦，老师做啥嘞？讲的。哦，做啥嘞？讲的老师，努力的学生，我不顾那边的吧。努力努力的学生，就在这长大。那就在这长大的没有努力的学生，老师不读 APP，喜欢努力的学生，就在这长大呗，咋的？不喜欢没有努力的学生。可是老师问你俩了啊，你就么就在老师说了么亏不？请等于罢了，挂大哥是卡表断了。老师说了，哎，你们就在你爱的那么的那说没必要不？可是老师，你真的有没有努力？你自己知道，姑姑弟不可以骗老师。老师有娘了没有？这立马上我是来点的拖拉呗。你又没有努力，你就可以就在那么就在了。所以努力的学生就是就在的长大，没有努力的学生们就在长大。你老外老老在看嘛？努力哦，努力工作的人跟没有努力的工作人，老师说寡人就在比老老的，就是老师说老早早来比较开，老年人的户口能看嘛？啥啥子嘛？开点了，没还行。然后你就在比老人路呢，没就在比呢啊，老干爸批的说比啊，你的那嘛老四五老表年路呢，老师说也是寡了呗。所以老师说努力工作的人跟没有努力工作的人说比较寡人。好，所以我每天努力工作，也努力学习。哦，我努力背书，就咋比啥子的？努力背书，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所以老师，你们还年轻，你也得不要怕累。第二路叫不用怕累。老师讲的，家不远嘛，爸妈嘛，爸妈在干不？好嘞，什么？你都干嘛嘞？哦，你在干嘛？输给人小孩，几页卡巴皮着，等你来我。小伢嘞，好，我有时看嘛，苏格兰小的路啊，几来看嘛，北京来小，到龙苏格兰小啊，老师说一下，旁边苏格兰没有小块啊啦，好，苏格兰小块啊，那老师第一的东西得问起嘛，不喏，哎，你他的年龄一样啦，老师这是给我苏格兰刚刚小块路，得老亲的呀啦，那不是老师，哪管你路的名呀，没办法，哪管你嘞，我上的那边哦，我可以被他路骗了啦，没空喏。老师不啊嘛，不都问我们肯背他，个人个苏肯让我笑不了，班让我老师笑了嘞。那老师所以老师是努力的成功嘛哈，就让我们叫老师亚拿的奥秘入口嘞。所以努力老师很重要，做啥？所以老师讲到你要记得你爱的钱嘛，不要怕累，被妈妈们找呢。解决嘛，被妈妈们找呢。老师说也被妈妈的可以表现好，老师爱情所谓，另外哪一老不会学啊？没关系。
啊，老师啊，老师，这完了，别人这么一对身体健康最重要，对吧？这么一讲，这来什么你？哦，这么一讲，这来什么你？还在这么一么讲的好了，老师对的，老师在旁边这么一老听么讲，他们没，不上面写不完嘛，不上面写了，压力都卡了，老师把撇着。哎，说了呗。虽然说我表演了，反正是骗了刚中嘛，不讲了，你骗你了刚中嘛。虽然说哥哥我们的闹，老师哥哥给我开呢。你那叫哥哥嘛开怎么样？开呢？老师哥哥开呢？老师哥哥老弟教你的比赛弄点了啊，懵了。那别天天带你来搞我们，别天天带你搞我们，哎，来呀你。那老师我觉得。哎呀，可能是老师也阿鲁的阿爹也亲戚了啦。老师我话不来，skate 我一个 skate 是呀嘞。老师带你啊，那阿鲁喏，阿别老师来得的。老师六千了还没跟老师讲来录的，阿鲁罗毛嘛阿别来录的。不不不，老师你的也没啦，你的看嘛，你想学什么都可以学。老师你这老师说的，根本就一两的骗你喏，克里米亚的，克里米亚的嘛，克里没有的呀，哦，没呀，我没有的呀。有可能有一段的，你阿弟路么喷了喷了，那么他爸妈那么等来咯。可能是啊，那可能没写了说命还挂，可能是来说了说可能有为了说钱不要，所以来说可能没写的，老师把别着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啊。老师第二路叫老师吧，走，努力赚钱。还有什么不算啥也看嘛，说吧，然后就是还比啥的，难道努力赚钱啊？第一件的路是哈，赚钱老师讲的不算啥的，哦，不算啥的，不算啥也看嘛嘞，蹦蹦蹦啥呗，不如啥么咯。努力赚钱，就是比如不算啥了，都娘啊，比方说，还是讲哪里？你说苦都娘起码六六年不咯？哦，都娘起码六六不老呀？哪得巧得，那得东得里得哪得巧得？还不差那些嘛不咯？可能得是得，maybe 吧？好，up around，好，那得呀？你可能得是得不差那东西嘛？那个家嘛，老老年对，成了 maybe 三等奖嘛不？那个家把你要说三等奖呀？你妈比我那嘛，老师对的了，就是 average 十等不差嘞不？怎么样说？那你啊，怎么样行嘛？为难老的，这当老怎么样为难没老嘛？maybe 怎么样？哎，老俺们洗澡说你妈老洗的了，洗澡不？那我不着好，所以来说，老师没人表，不算不，不算生命强大木呢？毕业不，不算生命强大了，老师啊，奥秘目前。没住不，不算我不算强大，是老师，不算下的，不算心理路，不算那边强大的，因为是真的嘛，是不？比方说，啪啪啪，你 A 米两多嘞，你白山红的八哇呗，那你八路，你没有能力，你嘛也前面少，你不算你八路路，你不怕别多一路你飘啊？可是你嘛别人其他的路掉个老师教谁路啦？不算我不飘，别啥路呀嘞？不飘咯，你有能力，你嘛也轻，你有学历，别人也轻许了。所以老师对老师后面，那老师等下请老师嘛读吧。老师台湾嘛，老师诶，因为你嘛别人读啦，等下请你写。啊，都来老师这老等你才老呀诶，然后都来这老等你才老呀，老师讲不多啊不喏。那么都等你才呀，都老别把嘞说老师 restaurant 嘛，啥到啥嘛是不会入老的，米铺长干呀的，买别的子的啦，都老的。老师嘞？老师说古板一路路的，那老师家说蛮表演，古板一路走了拉萨了，蹦迪没事。咱们老师嘞，之前表演啥子人碰来，啥子那人碰来，老师讲那看门几吧，等年级 boss 点他啦呗，路也转转这几了，弄了之后，哦看门几路呀嘞，咱们老师说打 professional 路打懵了，西瓜皮茶懵，老师说打老师苦心的好 HSK 完，但是老师 listen 的是有些。是，这把搞被碰到了，你才能是呀。那老师讲到等年今年想不起来，怎么报了？那老师公斤来，没读不？公斤没读，没必要老师啊，老师今天你们刚录背的。老师那俺们表演对象啥等毕业生呀？光俺你表演背呢，没得了，你都拿来背。那么你要读秒文难思路线，读秒面难记呀，得听面难记呀嘞，怎么报？所以老师，内容看嘛，老师努力赚钱，就算比不上下，他们老师罢了，也要努力学习，就算比如。别人等于，就是比别人等于，比方老师啊，要努力赚钱，哎，压力阿明嘛，老师，老师做一下 CY，别人在这开的了，CY 明细也看嘛，老师不算这样，这长篇不就录完嘛，老师对的，这长过这短篇不就录完嘛，老师对的，这短过三短篇不就录完嘛，老师对的，都咩老在录教，都咩拉萨，这老五下等压力，下等啊，三没当没不没，大细没，你第一条不比我把录压了，没呀，不要。我不知道，所以老师讲的，你要骂他老师，你弄啥的呢？你弄不话讲打别别别呀！你要努力工作，你要努力赚钱，你要努力学习。东湖路你要这边一点路难呀没？不是一个老师，呼，
努力赚钱，还是老师努力学习哟、哦。就在那边等呢，半年老师别老师台湾嘛，你没必在台湾那边是别老师别毕业了。怎么发展好？老师教室也没修，老师 English 啊，在新加坡读完呀嘞。怎么发展好？老师 English 啊，在这里。老师第二啥在这里新加坡嘛，刚刚到一发展路呀，不不嘛，就这样到了路呀嘞。怎么发展教室也路了？老师嘛，老师的其他的他那比吧。老师这边路这边啥等你把路铺了。那去台湾没敢这边帮忙不？那这边啥在这里？怎么跑了？所以老师那也内容看嘛呗，录录呀啦。俺阿达记录俺们的路面有啥么事？你路路呀嘞，哪嘛？路哪的了？在哪做？所以你要知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赚钱。别喊妈妈老师，你们打多少钱呢？所以老师比较重要是努力赚钱跟努力学习不？喏，钱贵吗？Balance 撇不贼？别喊妈妈打呢。努力学习比没有钱也是比较有一点有困难呐、啊。我跑了，不上了，老师录了遍，哦，不上了，录了遍。所以老师，你弄得越忙了，不上下午以前没学的有说，那你要努力学习。不上毕业下边，不上毕业那把弄了，不上。所以老师讲到你这句话，都明儿弄弄年讲到一把嘞，你想听啥吗？你得都明儿弄完了，弄年你达到明儿都明儿完了吗？撇吗？你想知道？我发愁，你都没问那老爹着，你咋都没来都没问那门片嘛？你让国外龙岗老爹露出路线，你咋都没有提国外龙岗来北来呢？我哪么有啦？是好，我发愁。所以他说，你可都没老老你嘞，给咱们是有的，不上别人下，不上下，别找路线，不上。哎，古巴西歪老么嘞？别人呢？啊，咱们会讲老么啦？啊，啊，咱们会讲呢？哎，国外龙岗老么啦？你听老师说呢？别人呢？咱们会讲老大不？那别人的，比如说老师啥的呢，不咯？啊，啥的呢？是老师找别人的，咱们会讲漏的。啊，比如说老师是说是给别人漏的，如何？老师的 brand 技术，老师是给别人漏的。那老师 brand 的是给别人漏的，所以老师找别人的，咱们会讲漏的。啊，老师说，改样的漏的漏了，模糊不？好，那老师改样的漏没说，老师漏的，老师是这边的啥呢？这边的啥呢？还是啥？老师你妈逼嘛，不是嘛？伊拉开讲了嘛？你妈逼嘛？台湾啊，你老师碰到我，老师的台湾 brand 的老师，你这边黑的这边念哪路啊？东北么路的啦？故事嘞？你妈逼嘛说你啊？故事嘞说不上一样样啦？没那个伊么讲那把伢老师没露皮肤不？那老师讲阿达木文讲嘞不上啥啦？赚钱的，所以人家现在吧，哦，丢啥的呀？丢啥的呀？老师啊，和我们表演咩？都你这那路也可以咩？继续的不？那老师，kita kita 来么读不？别把它这个流行啊，那点了 kita 啥？老师跟你说，所以丢啥没有那么流行。老师跟你说，因为 English 啊很流行的，老师跟你说 English 啊也录很棒。哎，说丢啥点也没说，录也没得教，录也没得教。那老师说，哎，kita 老师说丢啥啥比较你俩是不给教？然后老师说这语言嘛丢啥搞哪个喏？那老师说，我丢啥 kita 啥？那老师，哦，老师阿伯不？你丢啥呀？中文你过你丢啥 profession 呢？不，我们有些 HSK file 就那说呢，这下把大家搞对比的。老师，哎呀，阿伯，啊，老师说太啥的呢？那么老师太啥？Sorry 不咯，我放弃了太啥？老师，不，我老师太啥不靠谱？你就把太啥表在游戏，不然你那新闻都成了看啥机？太啥？老师太啥？短尿的表啊的这个，老师我们尿的不黑，看啥？好，老师听啥？听啥多？阿蛋啊，你那吹吹吹那表啊？老师是看表路线，知道要加阿蛋那不啦？哦，那听啥多表演？表么咯？你看嘞，等那时间恁来参与点啦。老师老师等没在乎我咯？那不如表老师啊，多啊，老师便宜你吃，老师啊，听啥便宜你？老师把那拍的低，只有阿蛋穿那拍的。哦，只有咱穿的拍的，太咋的？我说丢路拍下不来，太便宜了嘞。老师说丢路拍的，所以老师说咱路嘛太咱不说，所以老师说太咋了？人家老师老师看哪来的？这老师这边新评论啊，这个哈。所以老师讲到地方，老师努力那不得比别别吧？喏，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赚钱哈，你要记得。好，非常容易哈，老师很彻底的理解然后他非常努力工作，他很努力工作。他非常努力赚钱，他很努力赚钱。你们现在可以考虑老师的那样考虑的，你那库哎，老不老呀？对不对？有听点老不老呀？对不？啊，长沙不等呀？对呀，毕业不等你的呀？你太差逼老的算了，对家帮你爸爸妈妈是以前努力工作、努力赚钱的。啊，你那库钱听不不不不啥么都要，所以你要感谢你的朋友吴东进强哥哦。因为你爸爸妈妈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就是啊，比如不想瞎他了，哦，你弄阿姑把老娘了，太啥的呀？
哦，唐山的呀，所以你要老师来同意的高吗？老师，我们别老师跟你说啊，不是我们写周考看啥去啊？不的，不是我们毕业送的周考了，老师要看啥不的？我不是我们写的录取通知了，老师要看啥不来着？老师打的没没的钱嘛？老师打的没，第六周考没有把看啥这钱，要看啥这个严肃啊，弄上去。大家老师无情的，就啥比如老师也是努力工作，努力赚钱的。好，好，欢迎，就是老师。就坐的啊，欢迎光临。老师讲了，第六家老师就坐吧，人家三里八里问多少，第六三里嘛多少。老师讲的刚刚家里面叫就坐吧的叫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是老师啊，就坐吧的呗。哦，欢迎光临，老讲那么他吧，欢迎光临就坐的，欢迎来就坐的，欢迎光临啊老师啊，就坐吧，欢迎光临啊老师啊，洗搞不了不。哦，那老师讲的这里两段三里八里段，就坐吧的。欢迎光临，哦，欢迎光临。好，只要找三声，找就是啥破的，必须要录啥啊？哦，必须标上。讲到了啥对比，比方说，哎，我也封不嘛他嘞，我的手机放在哪里？我的手机在哪里？我封北哪嘛嘞？哎，讲到了，好，讲到了啥对比？啊，录啥嘞？找工作，找工作。那老师讲的，卡开的有你都点比多少语，老师对他的了，卡开的点在那老师多少比较讲，啊酷，我楼下了，严苛的，现在很难找工作。现在很难找工作，啊酷啊楼下来看，现在很难找工作，很难，现在很难找工作。老师啊酷啊，现在找工作很难，入冬了，很难找工作。老师啊，老苗老皮，现在找工作很难，现在很难找工作，能够入冬入亚吧嘞？比如现在，那个比我还老师老板呢，现在工作很难找，或是想找工作很难，啊。一般说，老师现在访的表演，现在找工作很难，现在找工作很难。顾老师没把笔马思路行是蛮好，啊，录下来眼看着呢。现在找工作很难。好，那现在很难找工作。现在很难找工作。老师，你要到 APR 了。现在找工作很难，现在很难找工作。冬日要把人成窟窿啊了，笑容没洗吧？啥一单的是给有一单的挂嘞？现在找工作很难，或者现在很难找工作啊，给我留下啦，严苛的不？那时候冬日要嘞。好，那老师找到工作了，比方说啊，留下对比，老师不录表我们了，啊特别完美了，啊给我留下对比，怎么？我找不到我已经找到工作了。我已经找到工作了，俺楼下对比，俺楼上面对的不嘛的不，我还没找到工作，我还没找到工作，俺楼下面对的不，俺创业这边个嘛个，老师讲到大家的 business 嘛的，咱们老师讲到妹妹的了，你别那伢啦啦嘞，你从哪里来的，或者你来自哪里？Where do you come from？你从哪里来的？你从哪里来的？你别伢啦嘞，没呀么？这说哎呀没个没，我从家里来的嘞。不是不是，你南安欧米啦？你从哪里来的？或者你来自哪里？意思你被南安啊哪来的？那我多哪里的米？哪里的皮？我从缅甸来的，我来自缅甸。哦，这个路名来自哪米？来自我来自缅甸。从哪里的米？我从缅甸来的，或者我来自缅甸。听懂哪里的？听懂了哪里的？我听不懂啊哪里不？那老师问你弄啥也行不啊？你说哪里啦？你们听懂吗？老师，俺说哪里比？我们听懂了。俺说哪么来不？我听不懂啊，哪么来？那老师啊，第九课的，第九课的老师比较复杂啊，那里课杂吧嘞，夜里怎么了？老师过来，哎呀，听到我们都没能动的弄那动路呀，我什么懂的。了，我懂了，我听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嘞哑巴嘞，懂了哑嘞。respond 完了，我懂了，我听懂了。哑巴的代表了，也没挂吧？我懂路哑嘞，我听懂了。那么老师，我懂了，路懂了，能听懂？听懂或者比较波赖皮的路，老师你来看啥嘞？啊，这弄呢，我懂了，我听懂了，听懂啊？你那里不比较波赖皮的，或者你那佛没咋，然后懂得弄的咋了？
ali babe. Tomo alo ya ba de to yi shoro ma shi ba.好，那老师今天题目是什么？老师教他来说一下。阿玲，题目是什么？阿玲来讲，看见没？题目是什么？看见没？听不见喽。老师，对面哪样叫你了？啊，好的，俺们就考俺们的。好，标标，高层标。听见？老师，我们家了，老师。好，听见了，标来，高层，题目是什么？八大那边。现在兄弟，题太多，我没做完。没跟我 AM 压嘞，俺露露没比对我。好，没问题，俺露露露没比来，对我。俺露露没比对我。题太多，我没做完。好，老师，这个课文第一个打电话，已经讲到第二拍呀啊，把那边子俺们录啥时候已经拍呀啊？那个给你问，打电话。你等人呢？你好，请问张黄在吗？你打错了，我们这没有照张黄的，对不起。啊，没有蓝牙了。Hello，老师。好，把那边呀打电话，我搞弄把那边吗？打电话，你好，请问。Hello，来张望我是他表露雅啦，不是不是不你是，打坐。你好，米格拉瓦，请问这组表表表表是江欢在吗？江欢是啦，是呀。你打坐了，我们咋没有照江欢的。脑壳来着，你打错了，你普通话是鲤鱼的。你放慢声里面来录嘛？哎，讲完说录没事。对不起，等我买。好，你好，明喇叭，请问张欢在吗？张欢是啦，对不？你打错了，你普通话说的喏，我们这俺录的吗？没有叫张欢的，张欢路口的录是不？对不起，等我买嘞。好，在学校哦，把这边子俺们录音配好，你。你从几岁开始跳舞。学习跳舞？我第一次跳舞是在7岁的时候，时候。我女儿今年也7岁了，我希望她能跟你学跳舞，可以吗？没问题，非常欢迎。好，那是 A 的章六呗，哪一个把它编辑啊？叫哪里啊？那个 BB 票款 A 的章，你说了什么？你好，几岁？想去休息一下哦。你怎么不告诉你大姐来了？啊，你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你都不知道干啥，别干在哪里的？那比如说了什么三的啊，发大便啊？我第一次跳舞是在7岁的时时候，候，是我第一次跳舞。第一次是什么意思？第一次，This is but a mother day. 不他妈的在干的那个，这可能你干的啥子哟？我第一次跳舞是，啊不是妈做。
咋啦嘎的是撇的在七岁的时候都可能听懂啊的好一再说了什么那老师那个苏飘喂我女儿今年也七岁了我都没来听你我都没来听你可能那边我希望他能跟您学跳舞可以吗？我苗栗的，都南部跟您阿家店，您都阿家店南部我苗栗的可以吗？呀啦。对对，这个意思了。我希望他能跟你，都你那读读的哈，学跳舞，家庭不一样啦，不表现啦。都你是啊，你都家庭比男女一样啦，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他能跟你学跳舞，都嘛来的你是啊，你家庭男不啊，苗栗嘛来的，那没问题，给咱们去吧。我非常欢迎，找你个就住吧的，一样个就住吧的。好，老师下一个，在家里先念一下，先拍下啊，多少啊？在家里。在家里，你知道吗？大卫找到工作嘞，太好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从下个星期一开始，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希望也能喜欢，希望他能喜欢，好，希望他能喜欢。好，那么 A 说了什么？翻译一下。你知道吗？大卫找到工作了，年底了，大卫留下这段。啊，都在 A B 说了什么？太好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太好了，太好了，先翻译。太好了，原稿哪边？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都为了让楼下这样嘞。好，再看牛都 A 说了什么？从上个星期开始，那这边干啥比较啥这样没？那这边某呢？星期一。上个星期一，等你哪里干啥比较啥这样没？那等你哪里啥比这样没？王小鱼。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这是大家都也不他妈老第一个不他妈工作啊老，喜欢他呢，喜欢都爱老嘛，表不苗嘞，表没不能爱老不再不苗嘞。好，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他对不他妈从老撇的，希望他能喜欢，都老过再不苗嘞嘛嘞嘞。好，在教室先念一下，接娃诶，在教室。昨天在教室，昨天的考试怎么样？你都听懂了吗？听懂了，你都做完了没有？低太多，我没有做。低太多。低太多，低太多，我没做完。第二声音提。提太多，我没做完。好，娃娃 P A 说了什么？翻译一下。昨天的考试怎么样？顺利吧？他们为啥要不录嘞？你都听懂了吗？你阿龙姑哪里啦？听懂了。那个亚比呢 ？B A B 说了什么？东库 B A B 那个耶里？听懂了。哪里嘞？你等做完了没有？你阿龙 B 来啦？替太多，没过你页面，我没做完，我们 B 来不？那老师 A 啊 ，sorry， 第一题没给我安排呀啊，张大姐，晶晶，老师，课程里有说空闲天了吗？明天的路吧是？有的路变玫瑰。啊，麻烦你啊，好啊，今天写他的下头你录点不啦？那我呢，我再改一遍，好点不啦？啊，变变变变，你录够了？变玫瑰。老师从几岁开始学跳舞？老师从
7岁开始学校，从7岁。第二题那个叫嘛读啥？女。 老师想找他的女儿跳舞吗？老师，俺那都没有嘞，刚等孩子等别钱拿嘞。老师。老师想找非常欢迎路标他来喏，咋着？老师想找他的女儿跳舞。老师非常欢迎他的女儿跳舞。老师没变你了，你们妈爸妈妈没了，忙你了，老师。啥子啥弄了？爸爸那边没有，啥都弄不对。老师想找他的女儿跳舞，老师说都没有给他别钱的，说哑呗。哎，好，老师。阿玲，第三题。老师，对面那个啥么蓝表没了，我们进来呀，路老师。前面路。看见没？大伟什么时候去工作？大伟跟阿伯现在一路啥生意嘛嘞？没大伟，下个星期一，下个星期大，一，大伟下个星期一开去工作，始啊，大卫下个星期一开始去工作，那么等哪天啥位一路多路吗？好，下一位那个 King's Opinion 第四题。这次考试他都听懂了吗？你的考场维度够哪里啦？这次考试他都听懂了。好，第五题，给你问。人家，给你问人家那个，没等给你。他考试为什么没做完？是湖南，湖南来这里的地下门家里俺还是看俺啥么等你咯，俺好一比就俺先写一遍搞么啥么的，你几位了？你几位在了？俺啥么等俺比就，你们几下的？俺比就先。